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2021 BMW 25D X5 25D， 那 X5 是练道路旗下的中大型 SUV 车型，那 25D 是配置这个柴油引擎动力的一个型号。那前方的气坝哦，跟以往一样，就是采用这种鼻孔的造型。那前方我们可以看到 LED 的双 U 字型头 LED 头灯，好，双 U 字型的 LED 头灯。好，那鱼眼头灯也有做这个配置哦。那前包杆上有前方雷达。中大型的 SUV 看起来相当霸气，然后又是白色的，相对具有这个高贵的质感。那后方有 X5 以及 25D 的字样，代表这个它的型号 X-Driver 四轮驱动的一个版本。后包杆上有倒车雷达。这边有钥匙启闭车门锁。那前座的车门气缝，前座车门气缝，后座的气缝，这个就是几乎就是一台新车了，几乎就是一台新车，目前也还在新车保固中，车子非常漂亮，而且它有购买延长保固，这样子。那前座车门后有两组记忆电动座椅。X5 2021的 X5 25D， 它配备就是全满的一个设定，电动椅。然后这里有感应式车头灯，然后里程数是13073。然后这边有跟车、换挡快拨键、音响快拨键跟感应式雨刷。一个标准的配置，然后数位大屏幕跟数位仪表板，这一幕真的其实还是蛮大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在1月10号更换完机油，OK。这边有这个主被动安全配备的一个设定的界面。然后这边有无线充电座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驾驶模式的切换，跟电子手刹车、斜坡辅助。然后这边有这个循迹方向关闭跟倒车影像，我们看一下倒车影像，有环境系统，然后有自动停车 auto parking， 该有的配置都没有缺，都很齐全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跑13000原厂保养里程保证新车保固中，2021 X5 25D，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，谢谢。实在就是SUM